你们调教练，你们教练昨天就没调，可以在朝鲜打吗？可以在朝鲜打。我一会儿就下去打吧。他们肯定不在你这些人，人家直接把比赛给你装完。那我们训练号你才跟先。我相信你们小吴这边。全部我是打小吴，跟他打小吴。我跟你。把小吴。我先打，不好意思。啊？你们上一块啊？据点模式，小吴可以来三个，没问题。两个我都打小吴就行，小吴真的很重要。小吴很重要，把中分顶住，连接顶住，这个点能上。我今天大概我说的在台上我不逼用那么多，因为台上我就让你们自己练，像大家轻一点就 OK 了。现在的东西就像我赛前讲的，在比赛前我再给你们再提醒几个重点，现在就靠你们发挥了，懂吧？与其给你们讲再多的战术，不如你们配合好赢下一两个餐局，就这么简单。今天的 BO7 不可能4-1失败给你带走。 就抱BO7去打，心态放好，跟他硬磕一把，是吧？压着在他们那，你哪一波对象给他对赢了，我跟你说他心里下一把压力很大。他就不知道他要不要赶了。你懂吧？对，是不是对象？相信你们身边的队友，好吧？冠军，走到这个赛季了，走到最后一场比赛了，我觉得都挺不错的。冠军，我卡哥很想击毙。 就不用喊那么大声了，牛逼！我就想大哥，我就想做什么做，我就说实话，今天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约束你们了，放开自己 ，OK 好吧？嗯，OK。你今天无论输与赢，你们做的每一个决策，在我来说都是对的，只要敢去做。如果说你们畏畏缩缩都不敢做了，那我们这是输了。无论是人生还是比赛，但是你们在比赛上，无论你们。 这个决策对还是错，敢做，想去做，配合队友一块去做，那你们就算这个决策输了，没关系，起码你们敢做了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个队伍就很强，好吧？成功，团队，做贼了，今天就一剑，冠军要下去吗？下去了，走吧，冠军，看，可以看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 狙击枪了，我现在很前手，加油！来看一下狼队单人的防守方，秦九单人进攻方，枪让安仔给跑过去了，打这凤年这一颗雷把欧里给击杀掉了。导哥一靠包点的一粘体优势，还再打一个漂亮，又是导哥，留给凤年的残局一打五，压力太大了。 你别说，时间还够啊！看皮蛋能不能再有手杀，没有了呀！凤年先被带走，一打三，三个人直接补就可以。赶紧要找一下队伍的状态啊！皮蛋现在也只有一个击杀，而 King 还没有开张，和 Lucas 一样。他们两人开一道的，是。用下手感，用下手感。没事。A 小立马压，这是也只能说 A 大掉的人太多了。 只剩下欧林了，虽然说这个包是下下来了，但自己可能要被围剿了。看一下欧林的残局怎么样？没办法，实在没办法。四个人4-1，位置可以下包。现在只要小心卢卡斯就可以了，面包房双杀到手。卢卡斯手感起来了，整个包点上面已经反清的差不多了。皮蛋再清 A 大的一个欧林，只剩下糖酱一个人。补枪没有那么的及时，第二时间点也被皮蛋给收掉了。 这就是 A 清啊，要去对狙，还是回不过呀，凤年。点里面只剩下欧林了，防得住吗？但都已经掉在了 A 小了。现在再去转来得及吗？还得捡包，最后10秒钟，二打二好像有了呀。就看个人实力了，这个一打多，这是很夸张的。是啊，唐老师率先变法，之后正面又在点内，看一下这一枪了，打掉一个 ，King 能不能再补一个呢？ 凤年换到了AMR，操作的上限性更高。凤年进了，一颗火你进来，你进不过来。再来一颗火炮也来，断层穿墙打掉一个。现在变成了1-1，要烧包点呀！来得及吗？差一点点，拦住了。那时候恭喜重庆狼队9-6，率先拿下了第一分。把他们气死！进吧。
没事没事没事，第一把而已，第一把而已，第一把。我跟你说，开局就算被四零没差的，不容易。这一场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翻盘了，在上半场5-3的情况下，下半场竟然打的是顺风顺水，还真是浪队的进攻。是的，而且刚才听到在赛后的语音当中，对于 King 来讲，他说了一句什么话？哎，这才第一把，在哦，开局0-4，其实没差的啊，没差，心态真的太好了。不得不说，不管是 King 还是安仔，他们两边的一个战术策略都是一针见血。是，所以说我们看不出太多。两个人肯定要经过一些小小的讨论嘛。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，每个人会跟。拿到了复活点，不在自己的脸上，只能看他拦多久了。安仔也过来帮忙，点里面的分数已经超过秦九了。哇，这一波摧枯拉朽，安仔皮蛋各拿了一波三杀，安仔拿到了一波四杀，拿到了三个击杀，对方的复活点再次被逼走了。天呀，有了高油直接开，根本不怀疑602霰弹枪，他可能是小技能，难道说他是小分手吗？他反正不是 EMP， 要用早用了。但是六杀的唐家已经是杀疯了。但是可以看到重庆狼队，他全是小技能，全是反杀技，他就等对方高优呢，那无效了。安仔再来这一波，只要守住对方的必经之路，加油站。够了，你的制胜点位已经无法获得胜利。下个点，四号位跟二号位在抢，谁先能打？是 King 和对方的断层在玩，而皮蛋已经来到了终点的点内。完了，点里面狼队已经进去了。起最后的狂欢，再去丢一把，一个战火，一个突尼斯嘛，然后一张没出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些选择。来了，卢卡斯重新上场，换下了西芹。刚才在场下，卢卡斯也是非常的兴奋啊，是为队友感到真切的欢呼，一下来就拥抱了啊，这你都知道？看了一眼，瞟了一眼啊，就是要被封而。秦九这边选择直接去抓凤莲，这个选择很不错，但凤莲难道说一个人要解决了吗？ King 在拆包了呀， Only 完全被凤莲吸引了注意力，大的作用，并且自己的位置还弱。哎，正面没输，正面也赢了呀，凤莲也过来杀掉一个击破，要拆了，不用拆，这个真的全部都是拆包上面。我刚才还以为断线这个点是可以做的，骚扰哎，谁去拆包啊？但是这波是哎强行吃火，哎呀，伤害计算出了问题，自己被穿了一枪。凤年在锯掉软地之后，这一分又是一波5-1，打了一波 perfect。来了，断拳只剩他一人，也被 King 用火炮砸掉了。稍缓，醒酒的进攻节奏的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哇，这皮蛋又是有一个双杀，卢卡斯也有收获。对枪上面断拳还好，最后补枪被凤年给补掉了，只剩下唐老师，他有没有在冒汗？有没有机会？唐老师还在找机会，但是被凤年一枪带走，比分来到7-1，马上换边。准备了，软地。这一次打成了一波一换一，卢卡斯在包点还是拦住了对方，我全都是人，再反杀掉一个 A 框进人了。怎么说要自保？有人估价吗？正面卢卡斯好像自己也可以吗？打掉一枪之后，3-1包点锁定，直接带走。我就接他正面打了个小三，好，他把这个包下下来，安仔这个点不掉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来了，成功下包。下完包之后，秦九3-5，整体阵型又掉一个。第二个软地这个位置，断层也被 King 给击杀掉，只剩下欧林已经被皮蛋锁定。天强天强一滴血 ，King 左手 ，nice， 大家狙，加两下，来啊，顺我，哥们，越赢，真心有始有终，哥们，信念，打的就是僵硬，加油加油，就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可以。
这波我说实话，英雄给他去跑。正常会吗？目前来说，全是我们的心理包的。是公司第二，而现在来看的话，这个比分打到现在，这个比分比赛落后，今年非常强的他们的赛制，来，龙子，比较容易给到血。狼队，加！还有一点就是 King 刚才提到的啊，有什么话赶紧说，不然一会儿没机会了。King 感觉还挺狠的，这个话，他的话太狠了。卢卡斯虽然话狠，但是他当时其实还是挺木的，突然有点，就感觉没睡醒。对，你别说，这个 NG 了十遍才说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来了，西芹换下了卢卡斯。垃圾话说不好的话，直接给你换下场。皱眉头了，开始了，要认真了。毕竟他前面那波发挥是非常好的，这次据点也是担了重任上。是有机会能够翻盘的，来了，还想要拿三点，再拿一个三点的机会就在手上。King 这边有没有双点的可能性？重新狼队还想重新拿双点，这个位置拿到一波三杀，什么又拿双点？什么情况？再拿一个双点，那场上面断成他来了，但是被皮蛋给击杀掉了。秦九的队员在哪里？最近离 B 点的队员是四号位，但对方向 C 点发起了一波冲击，而且闪现 B 点了，软弟有机会，是有机会的，手上有技能呀，西芹手上还有快速空袭， King 也有，已经没有机会了，雪山之巅啊，这是 ABC 三巅啊，手上的技能甚至都不用去丢，一个大跳三点全踩，结束掉了最后的比赛呀，236分，还有没有机会？西芹还在放技能，还在，秦九还没有放弃，最后大概还有20秒钟的时间，秦九还有没有机会？狼队两点非常的稳健，西芹还要去守住这一点啊！小兵，小兵来了，还有一点，这个位置249分。荆州为我少年郎，敢问天地是否盟，那叫恭喜狼队首次获得使命召唤手游大师赛 S4 总决赛的冠军，恭喜重庆狼队以4-0的比分战胜了秦九，曾经以为压力会是他们开枪的阻碍，但是现在才发现这才是狼队的舞台啊。安仔，你不是说你不是说赢了要跳台子上去？我也想，奖杯在哪？我的因为拍你，你要拿回去。有点没忍住。你的获奖感言都给你采访了，我想那一瞬间，我其实都已经想我在雪山之巅，我已经全部想好了。我已经感谢我的粉丝们，感谢。一紧张，然后有点差点没绷住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忘了。算了吧，我应该是想先说感谢我的队友这一路支持吧，就是一直挺我嘛，我也进入了低谷，中间也进入低谷，一直去就是鼓励我，然后就是我们这一路刚开始，我们都拟好了在前面，先说我们这赛季加入了新队员嘛，然后就是要加入了新队员，然后。加入了新队员，然后我就想说，等下我再捋一下，我空位忘了。加入了新队员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加入新队员，加入新队员，我们需要磨合。当时我们没有什么时间磨合嘛，所以说我们在赛季初就是打得不是很好，然后但是我们互相鼓励，互相进步嘛。然后但是中途我也进入一些低谷期嘛，然后但我队友也在鼓励我。然后所以说我们在第三阶段季后赛已经打出了实力了，所以说我也挺感谢我的队友。然后我们本来是想这么说的，然后再打，然后后面我忘记了，反正就准备是想说这些的。
就跟我们的老大明星的一样，明星我原本也想了一个，不上台，啊不拉不拉，他是我最好的兄弟王家辉，我们是最好的，最好的，最好一起拍合照的竞选，真的，浅浅三兄弟啊，浅浅三兄弟，打的就是枪硬。打的就是枪硬，咱们三个来 MVP， 别，你的，你应得的，这么说，你应得的，你们这么说，一旦顶住我也顶住，我们都能顶住就行。打了三个，打了几个赛季都是我们三个前两，是都是我们三个前两，突破手，一个狙击手的锐变，长大了突破，跟着你们一起扛起突破的大旗，我们一起亲一个呗。别吧，奖牌嘛，还有凤年，不是啊，你们还有凤年，还有凤年，我们三个是最久的。我算了，来，就 kiss kiss， 嗯，没有 kiss kiss， 我们三个就是传奇中最年轻的奖牌。OK。